我是韩九九，今天九九，我就知道一定会变成大明星的。你谁啊？我不认识你。我就不认识九九了，当然吃我家住我家的，翻脸不认人。我只吃你家大米了吗？我还九九真厉害，谢谢刘老板的飞机，熊妹妹要吃洋葱了。感谢各位老板的打赏，一艘游艇熊妹妹就把这根芥末吃下去。舅舅，我吃不了，我过敏。交钱，舅舅，这不是为了你吗？还想不想读大学了？舅舅一定会努力吃播挣钱的，对不对？嗯。来，吃给观众看。谢谢孙老板，孙老板大谢。孙老板给了三个火箭，让你把牙膏夹到饼干里面吃下去。舅舅，我还想不想上大学？想。乖，来吃了它。哇，50个星星，80辆跑车，100个飞机，九九你火了呀！你外甥你好傻呀！这个傻子，我说东他不敢说西。你还要送他读书？他妈临死前给的那些抚养费已经用完，他只能专心直播给我赚钱，怎么可能去读书？你妈死了之后怎么照顾你的？不就没送你去念书吗？养育之恩大过天。养育之恩包括把我卖给60岁的王总吗？我答应了王总，等他高中毕业就结婚，到时候他死了遗产就是我的。王总他不是都60岁了吗？那又怎样，我养他可不是白养的。干嘛？求求我，求求你了，我真的想读书，我不要嫁给他。舅舅，这不是为了你好吗？嫁到豪门就不愁钱了呀。不要不要，舅舅我不要。给你脸了是吧？滚出来。九九，我不要。今天会收到的律师函，不要再纠缠我，我会报警的。对了，王总公司已经垮了，舅舅，下一个就是你，我外公的养子，真正的白眼狼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？你是小慧阿姨？舅舅，你舅舅他就是个禽兽，你外公好心收养他，却被他害死。外公，你妈妈的死有蹊跷，我来这里本来是想保护你，可是没想到他，你必须得马上走。我是韩九九，今天宝宝们，晨晨的哥哥出车祸了，我在医院这条路上堵他，一定能见到他。韩小姐，谢谢你叫我救护车，请快去吧，稍后联系你。好。哎，晨晨，我是你的超级大粉丝，听说你哥哥出事了，没事吧？你现在心情怎么样？我们来合个照吧。对不起，我现在要去医院看我哥。我是你粉丝，这么多人看你直播呢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麻烦让一下。大家都在关心你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对不起小姐，我们要赶路。明星了不起啊，不把粉丝当人看。对不起，我要不是你的粉丝，你哪有今天啊？你要什么补偿我可以给你。晨晨，我还是爱你的，刚刚其实没有直播，只是录了视频而已，这个补偿嘛，就补偿。长得这么丑，想到挺美，你真爱粉配吗？还给我。你就是那个偷拍明星隐私的饭圈猴子口罩小姐姐吧？关你什么事？多管闲事，戴着口罩是因为偷拍别人太多，怕活在阴沟里的自己暴露吧。我拍你，你怕了吗？你不要再拍了，我要告你侵犯我肖像权。感受到闪光灯下的绝望了吗？你所谓喜欢的人就活在你这种人疯狂的镜头之下，粉丝的爱堂堂正正，你呢？你又算什么？我当然算他真爱粉，我这么爱他，这所有我都知道。公司私宅房间跟踪恐吓干扰直播，你用他的事情作为你炫耀的资本，他哥哥还没脱鞋你就急着要合照，你为了自己博眼球蹭热度，你是爱吗？你是自私。我真正的粉丝不是这样的，他们有爱而你没有。对了，我不是在拍照，我是在直播。你不喜欢操控舆论吗？我们网上见。